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轻易付钱。大家好，我是澳洲小王子，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不要那么急着付钱，我求你了。你在 PT 道路上，你只会付一次钱。我就讲实话了，考 PT 都不是特别有钱的，特别有钱的早就去美国了，就去考雅思、去托福去了。不要轻易付钱，你们去付之前先看一下所有的什么私教，你就不要再去搞了。你想要免费的，我都给你，就视频给你，不用钱。你要付钱，你就认认真真的找一家机构，然后确定这家机构为什么适合你。不是看他办公室有多大，尽管我办公室澳大利亚最大，不是看他长得有多帅，尽管我在 PT 界也算蛮帅的，不是看他有多少学生过，因为这都作假，你知道吗？